真的知道。原来它现在叫金苹果群岛啊，而且那一带常年有暴风。不过你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？我要去见大魔王，他说要考验我作为多多可家人的资格。嗯，你怕他吗？有一点，但可莉不会。卖唱的大哥哥，有意思，我喜欢这个名字呢。是我的错吗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既然你有这个愿望，那卖唱的大哥哥也要出手帮忙了。